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这里是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向往的生活，上期回顾。啊，谁又见面了？你还记得我吗？记得记得。他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他。哇，小齐哥，我带来一个大提大一个橘子来了，去逛逛吗？去逛逛好不好？这个整个这个钱都要重新支付的，老人家去买。你知道肥料在哪吗？你当然知道了。出发，别打滑了。哎，这特别窄，你别被自己弄下去了。没事没事，我没事。你可以拉我，谢谢哥。妈呀！好多青蛙哎！青蛙还是蛤蟆呀？就是田鸡。哎，我们要不要抓一点田鸡，让黄老师给我们煮啊？怎么这么残忍啊？能不能给人留个活口？咱们要在哪儿施肥？就这一片都是，从那儿到这儿下面。好的，就这么撒就行了。对。那我们呢？就这么喷就行了。哇，有点意思。但这个他们怎么被消化呢？应该到了土壤里面吧，有养分。有点意思。能不能不要撒在我们身上啊？啊，撒到你们身上了？你看看，它就是往我们身上浇。你看这上面。太狠了，我们能不能下去吃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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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去。我踩中间那条道去。哎呦，小心啊，千万小心，这上面很容易摔下去。我上次就在这里摔的。你小心啊，小心别把那个秧苗踩到了。妹妹你小心啊。我知道，不要踩秧苗，注意安全。妹妹，哎，区别对待这个人。妹，你也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怎么可能区别对待，真的是。怎么逐渐好走了？我感觉我身轻如燕。风景特别的好，就这种撒钱的感觉，有一种。好了，结束了，结束了。哎呀，我真的觉得我在仙境里面开着车，真的好美，太美了，漂亮哦，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哦，真的像国画吧？小齐哥，我们这条路是录这个节目修好的，真的假的？对，我还想说。这里的人口不是那么多，可能这里路应该是铺的，还是石头路。对，这个村子呀，这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做，就是它和这个浙江的安吉有一个合作，就是做这个白茶嘛，把茶叶做一个产销的一个合作，对不对？对，它等于是精准扶贫。对，然后加上这个交通运输方便，对，修了这条路。像那些茶叶，他们那个车运送，对不对？对，而且一出去就是高，全程高速。对呀，方便。工程很了不起，你知道吗？中国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高铁高速世界第一，国之重器。小鸡哥，你现在也不唱歌了吧？有，但是大部分都是配的电影的主题曲。像我们大概七月会上一部电影，我也跟杨紫跟欧阳靖合唱了一首歌。杨紫有演吗？杨紫有演，她多拼你知道吗？嗯，我演坏人，我把他们暴打的，我自己都下不了手，你知道。然后妹妹都跟我说，七哥没关系，你帮我来真的。我说不要吧，我有一个镜头，她被我摔到那个玻璃柜上，然后砸下来，哎呦，我都舍不得。说到这么正能量的事，不如我就跟你说一下关于这辆车的事情。哦吼，这辆车吗？它这个是这样的，有个小纸条。这个车呢叫卡罗拉双擎，就是双引擎。它这个 EV 是电动模式，叫 EV 电动驾驶模式，省油还安静。哦，动力强，加速快。它就是把那个它的 RPM 跟所有的调教在最经济实惠省油。你看有专门懂这个的，我正说我念纸条呢，你来了。启动的时候用电的，速度上来之后它就转换成，因为其实在扭力低的时候最耗油，提供你适合的动力，然后安稳的驾驶，这是一辆很好的车哦。今天我们俩在小齐哥面前开车和讲车，这是有点班门弄车呢。刚好也符合我掏出小纸条这样的一个人设。人设。咱们是不是得去弄萝卜了？嗯，我们要去种树，对不对？对。Yeah，你们是怎么？是两个人共同想的要种这棵树吗？对，因为我们电影里就有一个情节，就是耿耿跟余淮一起到晚秋高地种一棵树，耿耿余淮树。走，走吧，小心。啊，小心啊！哎，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啊，真的很滑。嗯。下雨，你要不要穿我的那个？妹爷，雨衣吗？啊，好啊，好啊。对呀、啊，因为你这样又不会感冒、哎。你们也穿上雨衣。对，真的要这样生病就麻烦了。没关系，不用不用。你们赶快去那个，因为你们全湿了，换衣服，要不然就生病了。一生病就麻烦了，你们去赶快，你全湿了。对对对。听妈妈的话。快回来！妹妹来穿雨衣。妈妈的话。跑步跑步，别淋着了。对，真的，因为一生病就麻烦了。小心看着这两个女生哦。嗯嗯，放心放心。谢谢哦，拜拜。拜拜，小心树啊。你先走，你先走，你先走。没事，我帮你垫着。没事没事，你走你走。又是这个狭长的路，我想到小红了。鹏鹏，你穿这个鞋不会摔跤吗？不会啊，这是大华哥送我的。我在剧组也穿这双鞋。是吗？我是穿过来的啊。所以你要一直穿着它。对，我天天穿。小心点啊，这边。你也小心啊。你小心啊。你也小心啊。你扛最多东西啊。都小心，都小心，安全最重要。你头顶的树特别像披上似的。就那种自带效果，你知道，就是闪光，就是树神。树神。我帮你拿个铲。不用，我 OK， 我就当练臂了。感觉鹏鹏减肥有望了耶。鹏鹏，你每天这样爬山肯定瘦。到了。咱把树种哪儿？你们来挑个地儿。我觉得我们就在这儿吧。这有一个坑，可以啊。好，要不你拿上，我先刨一个坑吧。来，给我。我来，我来，我来。女孩子，让鹏鹏来挖吧。这帮你来一脚，再来一铲子。我鹏鹏就变成了最好的我们里面的耿耿。啊？我是鹏鹏。
我挖个坑把你也给埋了吧。可以了吧？我觉得可以了。来，妹妹，小心手啊！哎，又有一个蚯蚓，看这个好长啊！哎，不要摧残生命行吗？我觉得可以了啊。嗯，是。向往的生活之耿耿于怀树。你连美学设计都没有哎。来吧，签一个名。妹妹，你帮哥哥也签一个行不行？哥妹。我的代号其实就一个字。胖子，胖子。瘦瘦，帅啊帅。那黄老师，黄老师他们呢？黄河。要这样吗？知险。好了，我们的耿耿于怀树。Okay, let me check it out. Come over. Come over. Goodbye, goodbye. You wait, you wait. Sweetheart, there we go. There we go. There we go. Okay, good boy. Perfect.Perfect. 先弄萝卜，行，不用弄多了，弄50个，一共50个就行了，一人12个吧，可以。嚯，这么大的萝卜，哎，这个太长了，这个。我这个才大。你看，没见过世面的眼神。啊，这个好大呀，这个大的那个。别拿太大，太大的沉，反正他们只看个数不看价。明白了，明白了。好啊。不是8个就是9个。我有15个。我拿9个。18。差不多，你们少拿一点，我这拿18个。再给你多换几块钱吧。但是真的下去很难下去的，可以。安全最重要。中招了，中招了。咋了？我后悔了，我不应该穿这双鞋来。华哥，我对不起你啊，这才是我应该穿的鞋。咱们下山吧，开杯。这个节目真的叫往生。我先帮你，我先帮你，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别着急。哎呦，哎呦，救命！志峰，你真的能背得了这么重？没关系。啊！我来，我来，一、二、三，走。一。太沉了。不行不行，我得蹲着背。你别，我给你提。妹妹，你得过来帮我。啊！哎呀！放我这儿吧，放我这儿。啊！真的，不行，起不来了。走。要不你别憋了，别憋了，别憋了，安全最重要。你拿过来吧，放我这儿。起不来，起不来。好。可以了。可以了。等一下，帮我把这往上面捋一点。我来，我拿去了，你下去。另外一把。喂。我先帮你。哎，你别摔了啊。嗯。我们俩帮你探路。小心啊，控制好重心，反正为什么没有感觉到你有丝毫的觉得很重的感觉？因为我昨天背过一回了。小心小心啊，这里全是泥了。哎呀呀呀！飞云，你小心啊，
因为高的人好像重心更不稳。哎呦，哎呦，哎呦，哎呀，我的天哪！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歇一会儿吧。过了这条河，到下面可以休息一下。把这个放到台阶上吧，这样。妹妹，来坐会儿，我帮你。来，来，你拖吧。哇，松。哇，怎么样？我看他这个样子，我想想你我昨天。我吗？小小的身躯承受了不能承受的重量。来，走，三，你可以吗？哎呦，我快飞了。来，走，走，好。我说为什么轻那么多？哎，等下飞，小心腰。三二一，起。没事，好，你来。我得坐下。哎，还有另外，你给我吧。可以。三二一。好多了，歇了一下。哎。为什么我感觉比刚刚更沉了？那你就不应该休息。小心插着啊，慢点慢点慢点。对，小心。没事，他可以，他可以，他可以，我可以。这跟昨天比起来，这简直就是小儿科。妹妹，你可以帮我个忙吗？可以啊。帮我把那个鞋拿出来。啊，你想涮一下是吗？对。好嘞。啊！啊！怎么了？帮我捡一下。砸了脑袋，兄弟，兄弟，你们还好吗？好，可以。哎，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快快快！进去就行。哎呀，啊，来来来，放进去。不容易啊。来，妹妹，哦。谢谢。啊！来，拖拖拖。没事没事，我这样。哦，好有经验。一二三。好。哎 ，H， 哎，这还多了个领结。妈妈，好棒！哇，还你们洗脚吧？我先洗个头，我刚被萝卜打了头。我去换个衣服啊。我还要把这个雨衣也冲洗干净，在这儿洗吧。又洗了一个头。哎，吃，好帅呀！你这个，把这个大华哥宋鹏鹏的鞋子也算了吧，他的心肝宝贝鞋。今天姐姐来的时候送的雨衣，上午还是干净的，结果现在，哎，他这鞋怎么一股屎味儿啊？真的，对吧？他的鞋不是，我用手搓半天，一会儿进屋再洗洗手。大华哥给他的爱沾上了屎。鹏鹏，哎呦喂！你给我，我帮你刮上去。好啊。要不然你就去洗个澡吧。先换衣服吧，全都湿了。没事，把那洗完。那个我可以洗。没事，快回去吧。下雨，它会不会太脏？这个好，不脏。你们去赶快，你们的那个头啊，又那个了。要不要打个伞？不需要，我有这个。你们赶快去那个。好。对。
因为你们全湿了，换衣服，要不然就生病了。好，好，好，谢谢，麻烦了。Hello。Hello。你在洗什么？他们刚才去搬什么东西，然后很脏，我怕他们着凉，他们洗换衣服，我帮他们洗。哦，谢谢。你不要淋雨啊？我有这个 ，OK。啊，他们又去搬萝卜了，我的天哪！哇，好感人呐、啊！这么冷啊？哎，这很重哎。飞宇还感冒着。哎，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现在几点钟？小杜，小杜，现在几点了？现在是下午3:16。我赶紧做饭。哇，你们回来了？你们还好吧？还好。辛苦啦，你的背上都湿透了。雨有点雨，生火吗，黄老师？对，要生火了。我前面走的时候加了几块炭，非常棒。我先把粉蒸肉给蒸上。老人家，哇，这个土豆弄得太干净了，柏芝弄的哈。对，因为我有，我生完小孩有点，他绝对是洁癖型的。他跟那个谁李冰冰是一个路子，他不一样，他原来不这样，他是因为现在生完小孩，现在才5个月，还没度过那个冰胎。你还有现在我想东西，哎，突然间停下来，哎，我要干嘛呢？完全就是那个叫晕傻，对，晕傻。所以怪的他刚才特别认真的跟我讲，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我就说什么事特别认真跟我说，我带了一些糖给那个小学的孩子们，我说现在下雨我们就先不是，我就是告诉你，因为我一定会忘记。对，因为他一秒钟就忘记了，真的好可怜啊，一孕傻3年嘛，一孕傻3年，对，所以你理论上傻应该傻9年，傻9年了，我三对，连续傻9年，对，连续傻9年。哎，我可以帮你这个。当然，就在这边把叶子全部不要，我们就只要它的那个茎。飞宇，你穿个外套吧，衬衣也行。没事没事。你这感冒了，你这很容易再加重哎。还不穿雨衣哎，我刚才逼他们才穿。你刚劳动过，出了汗。19岁没所谓哎。好的，马上。鹏鹏也是，鹏鹏换了新的啊，你的背上都湿透了。雨有点雨，他们觉得自己不会病。对呀，他们觉得自己永远不会生病。对，永远不会生病，我看到都心疼了。不行，我心不在焉了，我要先拿药给你，马上吃好一点。要缓慢点。
你们乖乖吃课，这个是预防感冒，如果感冒马上好，不要鼻水，不头疼，什么都没有。那我来一个。你今天晚上啊，煲鸡蛋，煲鸡蛋，然后放在那个肚脐，对，头脐，然后后面那两朵，那个核不要拔下来，马上把你的缝咻进来，你就好了。天哪，你是大夫吗？怎么这么懂这么多？没有，因为我平常我小孩是这样，不吃药，好管用的。It's really you just try this。为了解释，已经讲了英文跟广东话。真的很管用啊！你现在可以煲一个鸡蛋，有没有鸡蛋？有啊，但是没有东西让我煮。我带了电饭煲，可以用我的电饭煲来煲都可以。到我这来还有带电饭煲的，也是第一个。对。不是你把你家的全搬来了吗？没有，我一堆零食啊，手工艺品，还有那个益智游戏。电饭煲，佐料，他啥都拿来了。我三个儿子，万一带漏了就没办法了，所以习惯性了。啊，谢谢。对，如果那个温度你够，就不需要拿布了。我也觉得是。对，你可以盯着，其实热一点更好。你今天晚上会睡得好舒服，头不疼，骨头不疼，鼻水流出来。装作漠不关心你，不愿想起你，怪自己没勇气，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心空在那头，那里是否有尽头。说在19年前，我跟你爸爸去拍戏，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在19年后，我跟他的小孩在一个地方，我在炒菜，他的小孩在弹琴。Yes， 这个画面多好看，你看。帅。多写，把你戏剧的感觉。融在音乐里面，对。他在这唱歌，你知道，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在我19岁的时候，是他爸爸的导演，边走边唱，对，特别巧。哦，对呀，对呀，对对。然后过去了29年之后，我做梦也想不到，而他小时候我还抱过他，他坐在这里弹吉他，我在做饭，就我觉得好奇妙，人生不是很奇妙。我跟你妈咪一起拍戏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你哎，1999几年的时候没有我，对啊，好奇妙哦，不可思议啊，真的是，那奇妙。怎么了，鹏鹏？有点鼻塞。就感冒了。怎么了，鹏鹏？你会缺氧，因为你在这儿太多。休息会儿，休息。辉哥，你要不要赶快上床？头晕。头晕。好似有啲边个？舒服啊。边个？鹏鹏。
睇住個火嘅。佢咩唔舒服先？我咩藥都有。好似有病傷風嘅感覺。這是感冒衝劑，熱飲。嗯，好。他剛才很明顯的回了，就是在這裡一直。就是沒勁了，感覺蔫了。可能昨天那个他累，你这样累到今天那个寒气什么的，休息一下，鹏鹏。嗯，好，我泡个那个喝一下就好。你也感冒了？没有没有没有，刚刚可能有点，昨天太累了。没有，你们刚才冷。对，有点冷。对。哎，我来帮你们了。你会弄那个下线吗？我当然可以呢。那你小心别扎到手啊。你哎，你看你，你看你，你坐下来，马上给我坐下来。你先坐下来。哎呦，真的骗不了我们的妈妈。你弄拿那个鸡蛋。我跟你讲，这绝对是妈妈，绝对有个妈妈来了哈。绝对。对，小心小心，你就坐在这里。你坐下来。When the rain is blowing your face， 对，不要。对，如果你可以穿一个袜子呢，你可以放袜子放进去里面。对，你这样拿着，已经马上可以好很多。如果能接受这样呢，就很好。好其乐融融的感觉哦。幸福吗？幸福。就又有一个妈妈在照顾着我们，然后又有伴唱。有一个妈妈天天在旁边拿鸡蛋。来扶上，扶上，扶上。赶紧扶上，扶上就不辛苦啦。我手眼冰。不不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没事，现在那个少一个，我就可以直接尿了。行。没事没事，我现在少一个就可以直接尿。他真的很病，他的脸没有颜色了。他太累了。他们去干活回来是全湿掉了吗？对呀、啊。他们就那那一下又贪凉，越是热的时候要裹住了，让那汗出完以后。对呀、啊，所以那个鸡蛋真的很管用的。真的，我每一期都是要急救我了。最后都回到了鸡蛋。哎，你活了？没问题呀。为怎么活过来的呢？刚刚那个用博士写那个鸡蛋去滚了两圈。真的有用是不是？有点用，发汗了直接就。嗯。一只鸡蛋能孵一只鸡，一只鸡天生一只蛋，一只鸡蛋又孵一只鸡。拿围巾包着，可以这样。对，你自己包着自己。一只鸡蛋能孵十只鸡，十只鸡天生一个蛋，十个鸡蛋十个生蛋的鸡，家孵出的是。看看，其实这鸡蛋可解决大问题了，另外那俩蛋我吃了。我买了一堆鸡蛋都没吃到。对，我要把它吃到。马兰豆，我问你啊 ，A 是黄老师 ，B 是何老师 ，C 是妹妹 ，D 是什么 ？D 是什么？你错。D 是彭昱畅，对，对啊，彭昱畅啊，你说的是你。我们热爱这个游戏。再来一遍，再来一遍。A 是锅 ，B 是碗 ，C 是瓢 ，D 是什么？盆。错。D 是狗吗 ？D 是狗吗？对。对。那我明白了，我听明白了，我会了。A 是黄老师 ，B 是何老师 ，C 是妹妹 ，D 是什么？你。
黄老师。不，彭昱畅。错。D 是彭昱畅。对。D 是荷兰豆啊。D 是张子枫。D 是狗吗？对。对。那我明白了。哇。难受吧？你就先难受一下。再来一次，简单一点。就有个小孩也爱玩这个，也是没谁。也有人买他的账啊。会了这些技能之后，不停地跑出去晃，骗小姑娘。你这么多问题搞不懂，你不难受吗？不难受。那就不玩了呗。玩，快点。休息吧。A B C D 那再来一次。还威胁人家，那不玩了呗。得意了。再来一次。好 ，A 是柏芝姐 ，B 是小齐哥 ，C 是荷兰豆，那 D 是什么？彭昱畅。错了。等一下，陈飞宇。错。何老师。错。黄老师。错。子枫。错。你喝一点点啊。嗯，好。好。D 是什么？D 是你喝一点点在那边。对。啥？柏芝姐知道哎，真的是这个。彭昱畅，你给我200块钱，我现在告诉你答案。还怎么还跟人要钱呀？你这孩子，他彻底被难死，难死了，好难受啊他。耿耿于怀了。我的耿耿啊，你问一下余淮啊。余淮知道吗？余淮大概明白了。余淮了解了。那这样我问你更简单的问题。 A 是耿耿， B 是余淮， C 是6月21， D 是什么？最好的我们。不对。 D 是票房大卖。 D 是票房大卖啊。每一期来新嘉宾我都好快乐哦。我要晕了。我好快乐哦。我来炒菜稿。好好吃这个。看起来好像哦。对，漂亮。盖个盖子啊。嗯。炒下一个菜。鱼香肉食。哇，这颜色跟这个色泽真的是有馆子的那种水准哦。好。很有醋。鱼香肉丝其实没有鱼香，问黄老师我才知道，其实就是糖和醋而已。日思夜想的这道菜，好香啊！粉蒸肉也做好了。哇！一个粉蒸肉就好塞了一个了哦。好，我们要把菜陆续的上去了。好，吃饭了。Oh my god！ 哇、哦，粉蒸肉。哦。好，来吧。来，欢迎柏芝，欢迎辛苦了黄老师，小齐哥，豆豆，还有我们可爱的飞鱼。好，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来。好，就我们妹妹一直在喝蒙的特仑苏。她，我跟你讲，她有什么级别啊？她可以一天喝最多是九罐，所以皮肤好。你们小时候喝奶吗？喝。哦，但是那个时候的鲜奶也算是奢侈品。奢侈品，嗯。对，有没有？有些时候用奶粉去冲泡的。哦，那我们也是奶粉。小时候就是奶，我们也是奶粉。那我们小时候是喝不到。鲜奶几乎喝到鲜奶，就他们这代孩子就是奶孩子，像豆豆也是吧，小时候也都是喝奶嘛。嗯，喝奶。你小时候也是喝奶？喝奶长大的。
更好的营养才能更好的成长，你们就是幸福的一代，也是更好的一代。你今儿喝了几罐呢？不计其数。他就不停的喝奶，可能也是啊，他皮肤好也是跟你们有关系。看我要多喝奶。这个柏芝是一个纯素的菜啊。谢谢。我的这个也是啊，对，这个是一样的。哦，熟悉的味道。嗯，小徐哥过关吗？我从天桥中飞过。美食可以带来欢愉、幸福，还有那种点点滴滴的记忆全部涌上心头。我们在拍那个深夜食堂的时候，小齐哥演的就是鱼香肉丝，然后拍戏的时候我就在给他炒这个菜。真的，老板我好饿，麻烦来一份鱼香肉丝。都知道。啊。嗯，肉，吃吧，鹏鹏，妹妹。打了一下，这是哪个的菜？粉蒸肉。来，爸给你弄。他最喜欢吃大块的肉，再来，再来块肉。来，最爱吃肉。这个肉太好吃了。来，嗯，啊，今天的素菜是像我这。啊。哇，好大块肉啊！嗯。哇，这粉蒸肉真的绝了，三碗饭起。我只把饭汁扣完了。对，因为我都拌在一起是更爽。对。小七哥一开始，这比较豪迈一点。我最常吃。天天这么吃，是会胖。来，祝福沉默的证人，最好的我们。对。还有伟大的愿望，都是五个字的，朋友们啊，五个字的会火。向往的生活，沉默的证人，最好的我们，伟大的愿望。对对对，对，确实是。柏芝最近有什么作品要宣传吗？我五月生日。哇，我儿子也是五月生日，也是五个字，柏芝的生日。我儿子的生日也是五月，我弟弟也是今天生日。好，家人的生日，来，我们也祝祝小朋友们好多五月份的人呢，大家对，祝你们健康快乐，愿我们的家人们跟我们一样过上向往的生活，成为更好的我们自己。黄老师，哎，来，谢老师，好高兴再次见到你。是的，是的，时隔你爸爸妈妈17年，就是为你爸爸妈妈一定一定。哎，来，对，何老师，谢谢。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我的，他妈妈是我的好朋友，他爸爸是我的恩师，他爸爸真是我的恩师。他我请他看完话剧，他给我打电话说，行啊，哥们儿，王磊，行啊，哥们儿，这个没想到啊。现在已经啊！你让飞宇学他，学他爸爸声音巨像。我就是哑了，有点。这个。这个大了，这个大好啊！这个大好，大好啊！当然是要好像。他爸爸太逗了，他爸爸说话特腔调特别足，这共鸣又很厚实。凯歌导演是说的标准的北京腔，怎么着爷们儿？他这绝对是怎么着？怎么着，爷们儿？我见着他爸爸，那真的那毕恭毕敬的。他爸爸真的是我的恩师，我的启蒙老师。我见到他爸爸的时候就19岁，跟他现在一样大。我19岁，凯哥那时候是36、37，就是在29年前的此刻，我见到了他爸爸。还真是。我的妈！29年前的此刻，高考刚结束，然后突然电话，传达室电话，家里人没电话，说北影厂有个电影找你，啊，是陈凯歌导演。我是一高中生，而且我原来不热爱这个行业，所以我不知道陈凯歌导演是谁。
我就骑着自行车从朝阳门外骑到了北太平庄，然后再奔西到了北影厂，然后就找着纺青楼二楼。记那么清楚，人生的变化。我推开了门，里边一屋子人，现在想想就是摄制组。那时候小孩啊，觉得摄制组人都一神头鬼脸。哎，哥，赶紧小孩进来，我就站着，我说陈凯歌是谁？所以就这样看着我，说干嘛呀你？我说我是黄磊，他找我，在门边上。你爸爸个儿又高，咔站下来，我是陈凯歌，我是陈凯歌。哎，对，就这样，是吧？特真的。没然后呢，我就站在那个门口，他说拍个照片去。他就自己拿个相机，那时候还是胶卷，咔咔的也拍。后来他就说我就是要黄磊来演。哎，当时是为什么呀？他为什么就？他上电影学院找演员，我正好考上电影学院，有一个档案在那儿，有一张两寸的黑白照片。我拍那张照片的时候呢，跟我爸正生气呢，所以一脸就是那种愤青样。所以黄老师那张照片是。亏有那张照片。我为什么生气？黄老师。我为什么生的气呢？是我爸非让我笑一笑，我说不想笑，不想笑。他说你笑着不笑，就横了个眼睛。你爸爸看见我的照片，说这个孩子太带劲儿了，他就是这么，就是有一种盲人的感觉。盲人？因为我演一个盲人。他说他因为他眼睛有一种坚定，但没有焦点。这给我爸生气，我就不知道眼睛看哪儿了，这是误打误撞的不？就选着我去拍这个电影。真的，如果当时就听爸爸的笑了，可能就跟边走边唱就无缘了，无缘了。人生的际遇真的很难说，真的。我就去拍了这部电影，我就跟着他在西北银川高原上，闯荡了四个月。哇塞！所以他是我的，真的是我的，你爸爸真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看你的眼睛就像看到，真的很像看到你爸爸。哎，教教黄老师怎么拍戏，快教一下。哎呀，你呀，干了，大好，大好啊，大好。你想，这29年前，明年我都已经入行30年了。我90年拍的《变色人》上，91年我还演了夜班，那个《霸王别姬》呢。Okay.那个酒楼里面嫖客甲，我们就跟你死了，做你光棍。今儿个谁跟谁都别找不痛快。我跟你讲是为什么啊？我是去看他去了，我是去看他，然后呢，就是你串一个，就里边有一堆群众，我应该演的是嫖客，反正就最后边一排，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摄影师叫小赵，那小赵呢叫，哎，那个嫖客，哎，你往这边点，哎，那个嫖客你往这边点。然后我们这些就因为我去的那个导演说，哎，你串一个演一下，既然都来了，我就站在后边，就群众演员嘛。哦，那也是你啊，那是我，那也是你啊。来了之后他就，哎呀，他就跟那个来了之后他就，好真实，你看到没有？就这么扇的，还不影响讲话节奏。他说小赵。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黄磊，是我上一个电影的男主角，《变色人》上男主角。你想想，哦，然后刚才不是叫这个片儿，然后叫，哎，这个爷，你好，这位真的，马上换了个名称，礼貌的尊称，突然改成这位爷，因为凯歌导演最喜欢说，哎，这位爷，这位爷，那位爷，他喜欢用爷，老北京嘛。小赵是个台湾摄影师，然后他就突然改变成这位爷，哎。哎，这位爷，这位爷，你往这边一点。哎，那位爷，你往那边一点。改叫这位爷的问题。以后我们管我们嫖哥都叫爷吧。挺好玩。其实我觉得，就是戏剧的经验呢，让我们人生很丰富啊。哎，我有第一次演戏，我演反串，我是一个警察，我反串女生要去抓色狼。我化了女装，我就住在公园呢。哦，我说，哎，导演，我要上厕所。那导演说啊，去吧。那我应该上男厕还是上女厕？我就站在门口犹豫。那我就赶快跟那个制片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帮我走进去里面尖叫，或者人家昏倒了怎么办？我就在那等了一夜，就
还蛮有趣的，这第一次在那看人家拍戏，也不知道怎么要干嘛，然后就坐了一夜，然后没拍到我哎，我就化了女装坐在那，我说导演，会拍到我吗？我看天快亮了，导演突然就说，哎，对啊，你在这儿啊，原来我在这，我在人家的心中是这么微不足道的。后来歌手受欢迎了之后，我就开始有更多机会，然后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马楚成导演特别飞去台北看我，就带着剧本来了，然后导演就把剧本拿给我了，然后我一看啊、哦、那剧本好感动，我还问说女主角是谁，女主角是谁，好、哦、张柏芝是谁，我也不知道，谁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在台北啊，我没有去香港，我不知道、而且那时候他的电影喜剧之王还没上，然后他，我认识他是我爸爸啊，每一天我爸爸回家都，你总是心太软，哇，烦死我了，太长。我看见你的眼睛就像看见你爸爸的眼睛一样，你的眼睛跟你爸爸长得真像，是吧？嗯。所以刚才我在这前面弄菜的时候，他在边上坐在那弹吉他，我说我29年前，我做梦也想不到29年以后。我会跟凯歌导演的儿子在湘西，我在这做饭，他在我面前弹吉他，如梦一般。嗯，很有意思。你说这个人生多奇妙的境遇啊！你怎么知道会在哪个拐角碰到谁？是啊，嗯。来，我们也敬敬凯歌导演，敬凯歌导演。感谢老天爷的安排，真的是相聚，也是柏芝的恩师啊，对吧？凯歌导演。对呀、啊，我们那个时候无极啊，哇，好多年。这是缘分，真是缘分，很奇妙。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遇到他的爸爸，然后他爸爸把我带进到这个行业里面，教我怎么去拍电影，怎么认识这个行业，怎么认识演员这个工作。我有很多难忘的记忆，到今天都刻骨铭心。我们进屋里吧，好啊，好吧，好，外面有点冷了。哎呀，这美好的夜晚呀、啊，吃饱喝足的夜晚呀、啊。其实我跟他也挺有缘的。我第一部电视剧是在我16岁的时候，我去试的戏。我那天晚了，他们说有一个学美术女孩在等你，跟你一块搭戏，其实就是她。我等了她巨久。就是她，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就是《我是我》的第一部戏，然后那个的2年以后，我又跟他合作这部电影。嗯，这圈子其实很大的，能碰上不容易。然后呢？结果呢？他第一部戏的女主角，后面演了我第一部偶像剧的女主角。嗯，对，那个江夜的女主，宋伊人，那个、宋伊人演了你。然后宋伊人呢，又是黄老师的学生。宋伊人，那我学生，我教他的。那我叫的又特别巧，然后黄磊老师当时还演了电子边唱，然后我们无极哦，今天我们也盘了，他老家是江夏，是啊，我们在老家是同一个老家，哈，这圆坏了，最后一盘出的都是亲戚，真的全都是一圈的，网络这样交织在一起了，这一生就像一条小溪，你飘来飘去，忽然有一天你停在那，忽然发现哎呦是在这里，啊，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会遇到什么。我想我们拍一个照，好嘞，我们可以有好几组关系。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搜到那张海报，你们一定会觉得时光就在眼前。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来，你们过来，小杜小杜啊，在呢，拍照。你要照这个吗？来到相机，可以试试对我说。我把帽子拿下来，我看一下我的发型跟现在还有点像。天哪！一模一样，我很久没有留长发了，好妙啊！你们俩，哎，白色衣服，柏芝的发型也很像，衣服都一样，都是白色跟黑色。好，来拍照，呜，都没变呢，好感动啊！好，来，王老师跟飞宇，你俩也抓着手，来飞宇，抓着，你是这样，对，你抓住他，对，那只手，对。你这样抓住了啊！来准备啊！
好，可以，来下一次，下次。可以。妹妹来，妹妹。哇，新年感有，新年感有。小杜，小杜，拍照。好的。可以。拍照。豆豆的眼睛很正。不是，是这样的，他是要去许愿那个手，然后你抓住他。你是拿筷子拿的毛出毛病了，哥？你是在吃凤爪吗？请问？哎，像刚才你们拍那个照片，《心愿》里边那个算他那个经典桥段了。对，你们这边有没有这种特别经典的那种桥段？他有一场戏强吻我。19岁就拍了吻戏啊。你看人家不但有吻戏，还有强吻戏，被强吻戏，都是男演员。你看他脸都红了，然后呢？当时其实我已经醉了，但是需要我把他推开，然后怎么推不开，然后呢，最后就是把他硬扒下去才扒。他扭曲事实，哪里是这样的？我说的真的呀、啊。没有。你强吻他、啊？嗯。黄老师本来想说那个给最好的我们做一个剧宣，说让他们在这里再现一下一个难忘的桥段。一说到强吻，确实，你们好演，我们不好播。我就卡住了，然后我就想说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应该还有一段是我们首发的一支预告片，就是我们在轮渡上。他假装睡着，然后他又想亲我。哦，对，我又想亲他。我看他睡着，他因为他睡着之后就靠在我的肩上。拍之前我们各种测量，怎么样他躺在一个怎么样位置，我才可以拨，能够勾到他的嘴。亲到了就？没亲到，就是快亲到的时候有一个鸣笛，就是船，哔，然后我被吓一跳。哎，你来一下这个呗。哎，这也挺刺激。哎，连妹妹都想看，不是吧？哎，让鹏鹏不是想拍吻戏吗？那是我妹妹啊。对，这有啥演员啥不演？那让鹏鹏给你呗。那让鹏鹏给你呗。对，你不是很喜欢鹏鹏？别，不合适。我以为我妹妹怎么了呢？我是妹妹呀、啊。妹妹突然拿了个钢琴，妹妹看到哥哥差点拍吻戏，愤愤不平。我替你开心。我觉得是这样，飞宇先跟那个豆豆来示范一下那个位置大概是怎么回事，反正也不亲到。谁当鸣笛？我来。就他是叫逼，就很突然的。逼我来，你逼我逼。转的要准时哦，不要突然间演啊。是亲上的目的了。你别管，他是何老师，他到时候会逼的。来，最好的我们某某场戏某某场记第几镜第一次。谁呀、啊？你这么，真不怪我们，没上了。厉害！鹏鹏，他你先别动，你先别动，鹏鹏你跟他试一下，你先到底快点。真的，各位亲爱的观众们、朋友们，因为是这样、啊，彭昱畅的夙愿，好不好？我们不能真的实现，至少可以让他接近一步。鹏鹏的准吻戏将在今晚出现，好吗？来，彭昱畅，快！我本来想是妹妹演，但是妹妹小，不合适，还不能演吻戏。来，鹏鹏，你去试一下。你如果是妹妹的话，鹏鹏头靠上去我就逼。他坐在旁边，坐在旁边我们就逼，就来了，叫逼。你刚一歪头我们就停。哎，我会笑场的。不，为了避免你的不能笑、啊、为了避免你的尴尬，我帮你把这个眼镜摘掉。
来，那个最好的我们。好，来盗版哦，不是不是盗版，山寨版，山寨版。一二三，开始。鹏鹏，你自己算一下，他得多长的嘴才能？来来来，陈导，陈导，陈导再来一次，陈导，帮调一下，来，陈导。你这个不对，清楚我的标准的，别怪我不客气。你别动我，你别动。他爸爸绝对是。你别动了，别。你过来点。他写的吧？你过来点很像导演的语气。鹏鹏，你的喜悦已经从你的下巴的抽动已经表现出来，是不是？对，笑场。来，第二次 ，Action！ 豆豆，不要笑。鹏鹏，你再笑，明儿不给饭吃啊！你把下巴稍微往上抬一点点，往上抬一点，更远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导演给摆个位置。导演给摆一下，哎，对。好好，不要不要笑，来微撅嘴唇，微撅。因为你是装睡，太撅了吧？好吧，你是装睡，稍微撅一点就行，对，撅一点就行。对，来，开始。哎呦，不忍心毕业，我觉得鹏鹏的人生夙愿就快实现了，上就要实现了，就距离梦想就差这么一点点，一点点了。有没有觉得整个世界都亮了？亮了啊！妹妹还没演过谈恋爱的戏呢。演过。哪个戏是谈恋爱的？熊叔叔。我怎么不知道呢？一个是很久以前，但不是很多年前拍的，不是真正的那种，就是可能就一点点，就不是主线，那还是轻喜剧那样的。鹏鹏演过谈恋爱的戏吗？有，就懵懂。对我们俩差不多应该。就正经谈恋爱的戏还没有，备胎演过挺多的，也符合你的人设了。不是我，那我就不禁的想提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王大陆可以接？你表示不服？不是我服，服，应该给你爸爸 say hello 一下，来吧。应该还好。在哪里啊？他在怀柔。哇！再摸一下。你得竖过来吧。Hello， 导演，导演你好，身体健康。导演好。导演好。小徐跟黄磊老师。对。你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给人家。导演。真高兴啊！就是啊，我们刚吃完饭。好好吃啊！好久没见，我们打个招呼。这个是飞一起拍那个最好的我们的荷兰豆。豆豆。豆豆。导演好。这个是大家好，我是任贤齐。你好，我是。不要因为有这个年龄。大家都去哪了呢？H， 听说我把黄老师的衣服都立上去了。H， 没事儿，我有好爸爸，致敬浓缩加亲肤机洗露，高效去除，尘螨菌，亲肤更安心。好爸爸洗衣露，有孩家庭安心之选。我有一个好爸爸，好爸爸。H。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小度，百度旗下人工智能助手。特伦苏，向往的生活，待会儿见。特伦苏，向往的生活，现在继续。这里是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小度，百度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大家好，我是任贤齐。你好，我是。不要因为有这个年龄。我认得你。大家好，这个是彭昱畅。哎呀，大家好，大家好。
这个是张子枫，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演员。这是何炅，这又是我。大家好，这是优秀的，这是优秀您的作品。这是谁呀、啊？这个刚才那个，啊、对哪个？我。通话质量不佳。质量不佳，卡住了。好了，导演，没事了，你忙吧，拜拜。你除了问好，一个有用信息都没有传递，就是问好。对，问好就很好了。就问好就很好，问好就是信息。对呀、啊。刚才一打视频的时候，他爸爸带着个老花镜呢，哎，怎么回事？对。他在睡觉吗？没有，他应该在准备。在准备明儿的戏，明天的戏。对，准备。他也67了，六十七了，不算年轻吧 ？OK 啦，还可以。但是他都60了，大师成熟的年纪。你们拍过多少部电影啊？你多，子枫超级多。你多，子枫拍过好多戏，几十部戏有了吧？没有，应该没那么多，我觉得。因为没有一年都在拍戏。还上学吗？对对对，但也拍了不少。你也拍了好几个了吧？我其实没拍多少，我才拍两年。你是几岁开始拍啊？16，然后现在19。我跟最好的我们特别特别有缘分，就是最开始我还在广东上美术的时候，经纪人他就跟我说，哎，有一个剧是刘昊然演的，我那时候就挺喜欢刘昊然。你乱讲！你明明今天下午说你喜欢的是我。真的，是不是妹妹？是不是？是。就是我跟陈飞宇说啊，说我很喜欢鹏鹏，我很喜欢鹏鹏。哇，浩然啊，真的就，哎，都兄弟浩然。我跟你说，豆豆，这个很难瞒过去，是因为很少有人说喜欢他，所以他都会记得很深。为什么？这倒霉孩子。哦，这样啊，其实就都喜欢，但当时是先喜欢的刘昊然。鹏鹏，我很喜欢你。让我卸妆，迟早。好。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哇！哈哈！哇！哎呦！你那四个太逗了，苏苏，你来了。你还有一首很好听的，我忘了叫什么。那首是很有点暗黑的，有点难过的。烛光。啊。365那个。啊，这个好听。这超好听啊。只烛光亮在我身上，每一天一只烛光照亮我的心花。我在教那个心愿里面有个教堂的戏，我唱歌一样，我自己都躲起来哭。超好听的那首。你们俩有多久没见面了？蛮久了，很少了，但是很小很小。因为我现在蛮了解他，因为那时候他小时候。那大家都没有什么包袱跟压力，然后所有展现出来都是最真实的。我可以讲吗？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小度百度旗下人工智能助手特伦苏，向往的生活，待会儿见。每周五晚6点，关注芒果 TV 生活频道，一起来看湘西觅食吧。
特伦苏，向往的生活现在继续。这里是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向往的生活》官方指定座驾，一汽丰田卡罗拉家族，畅享被爱时刻。《向往的生活》推荐 APP 唱吧，手机里的 KTV。《向往的生活》甄选产品万和热水器，全球5000万家庭的温暖选择。《向往的生活》指定产品稻稻泉植物甾醇压榨菜籽油，让饮食更养生。因为他真性情，有些时候太直了，有些时候让人误会。嗯，我可以讲吗？他妈妈那时候生病在医院，他就在现场坚持。然后本来说他想回去，然后剧组说不行啊，要拍你，他就没回去。他跟他妈视讯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哎，我到现在记得，母女俩在那个流眼泪了。然后结果那几天完全没拍到他，又不拍他，就没拍到他，真的。我爱我睡啊，我睡了，好了，真的睡了吗？真的睡了，年纪大，好了。哎呀，都不行了，都不行了，他。哎 ，OK， 好了，你好好休息。好。不是，妹妹，你去看一下他，帮他看一下他睡哪个床什么之类的。我要不要去看一下？妹妹。妹妹笑。如果姐姐哭了，你们就安慰一下她，陪陪她。如果姐姐哭了啊，嗯。哎。对，我平常很早就睡了嘛。嗯，你要睡哪？好，那边可以吗？可以啊。好，妈妈呢？因为我平常很早就睡，所以没关系，没关系。哎，有时候看得蛮心疼的。对他性格蛮烈的，他就是不讲，但然后他还是蛮不 care 别人对他的看法的。我那时候唱《心太软》给他听。你啊，就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我就这样跟他说，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我们演艺圈背负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不管大家怎么看，反正你都得自己扛。那这人这辈子啥事儿不自己扛？我当年你这个年纪拍你爸爸戏时，那折磨的我也是。你要有一天。早上5点钟，哇，就到了一个瀑布，那你爸爸就在那儿，后来，哎，你游到那个瀑布里，全裸了。你知道你早晨10月底11月初陕北那瀑布下面那个得多冷啊？那瀑布打在脑袋上就跟有人打你似的，好像那个针扎一样的，就从那里边嚓就站起来了，站在瀑布底下就开始啊开始拍啊。哦，我再来一次，就开始我这一遍一遍的拍，拍完之后，上来一句话一个字说，我就问我导演，我想问导演过了吗？那 OK 很好，过了啊。但是这个镜头，并没有出现在这个电影里。我说我怎么不听？因为是一个全裸，后来不行就给剪了，容易吗？哎呀，太有意思了，历历在目，历历在目，真历历在目。我之前吃胖拍那个戏，迅速减重，我也是，我吃爆100公斤吗？哦，这是为了那个戏。是啊，我最胖的时候225斤，这么重？真的，我来比较一下。我那时候是74吃到100，然后一个月瘦17公斤下来，然后拍80几公斤的那个戏份，其实对身体很不好。哎，以前都是拿命拼出来的感觉啊，真的。哎，敬一下这些拍电影的人们，拍电视的人，真的辛苦工作的人们，努力把留下一些经典的话，挺有意思，挺有意思。来。
是不是该揭晓那个了 ？A B C D。我觉得这样好了，我们来交换。你帮特伦苏想一个最适合、最好的我们这个电影气质的广告语。如果想得好的话，我们告诉你谜底。首先告诉你，特伦苏其实跟最好的我们也很贴，因为特伦苏其实就是要我们做更好的自己。哦。哎，我想到了一个，喝了特伦苏，我们就成了更好的我们。喝了很多瓶特伦苏之后，我们就成了最好的我们。意思是对的，但我想了一个跟你是一个意思，文字会美一点点。我说的是，在成为最好的我们之前，先做更好的自己，不是每一个牛奶都是特伦苏。我说的是，开始特伦苏，做更好的自己，一直特伦苏，成为最好的我们。精彩精彩，是不是该揭晓那个了 ？A B C D。好，不告诉你。何老师，你要洗澡吗？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小度，百度旗下人工智能助手特伦苏，向往的生活，待会儿见。特伦苏，向往的生活，现在继续。向往的生活特别赞助好爸爸洗浴露，有嗨家庭安心之选。向往的生活，我自己也送给他一个把我做成那个演员的自我秀。好嫉妒啊！你好羡慕啊！为什么只送给彭彭？他是我们当中最有可能拿影帝的人。哎呦，这个声音很耳熟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要吃鳗鱼饭，没有这个选择。还鳗鱼饭？那就别吃了，我不给你们几个做饭。给你去请你的朋友吃饭吧。大勋来了，大陆来了，松森来了，小熊来了。哎，小明，大陆，欢迎。哇 ，hello， 感觉就是咱们家这小子叫同学来家里搞他的生日派对。对，这太像了。兄弟齐心，合力抓奖。抖起来，给我抖！我有，看见了，有。带钱了吗，哥？没带钱，我没钱。看什么小卖部啊？怎么上面还有小卖部吗？妹妹今天不看你，就你这几个哥哥，我是不会来小卖部的。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芒果 TV 爱奇艺。你们俩是绝了，像睡衣男模女模。哎，你俩站一块，真的，我的手机在反应，他俩太逗。我们要摆那种男模女模。没有，我们要摆那个最好的我们的 pose， 你坐着，我靠在你肩上。好。太好笑了，你两个人居然撞睡衣也是没谁。跟你俩裤子都一样，何老师，你看一眼你的裤子，看看裤腿，吓人！裤腿也要拍，所以你俩裤腿也是一样的，真的是。何老师，哎，咱们差不多可以休息了，睡吧，大家刷牙洗脸，睡觉。好嘞。找到他。